新世纪新旅程新疗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中岳，非常欢迎您收看爱光西语节目。我们知道呢，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事实上呢，在近代呢，能够融合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大师实在是不多。而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就厘清到他能够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于一身的佛学泰斗大师，也就是净空老和尚。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礼请到净空老和尚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呢，老和尚呢一生弘扬佛法，近五十年来不但是弘扬佛法，而且他把中华文化圣贤教育的推动不遗余力，而且他在全世界呢，为了宗教的融合，为了族群的和平，为了世界的和平呢，到处奔走。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的观众呢，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报，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礼请我们的佛教泰斗，也是我们的上师净空老法师呢，能够来到节目里面来为我们开示，为我们的众生来解惑。师父阿弥陀佛，您可不可以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三藏十二部经实在是太浩瀚了，那我们怎么样了解，如果用很简单的话来说，佛教的教育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在入世的目的，在我们讲世间法，佛法的小学，小学就是小乘，佛的小乘教，时间是十二年，我们的小学六年，中学六年，佛的小学十二年，中学八年。中小学合起来才二十年，讲什么？多半都是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圣贤人的教诲，他讲这些，这是扎根教育。人能做好，才能成佛，才能成为圣贤，办中学，这小学，中学是方等。讲《方等经》八年，再向上提升大学，你看二十年的基础才能够进入大学，大学是般若，讲智慧，22年，最后八年是研究所，因为22年般若那是菩萨的阶段，怎么样把菩萨变成佛？就是说硕士变成博士，最后这个法华经八年是研究所，让一切众生个个成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你这么一看，跟世间是非常类似，但是它比世间精深，比世间浩大，深入，确实是了不起的教育。那么中国的宗教教育，儒释道三家，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过，宗教是人类的必须，人类不能没有宗教。为什么？文明是宗教，从宗教产生的，宗教是文明的基础根本。如果没有宗教的这个文明，时间都不会长。从历史上看，人类有过20多种文明，但是很多200年、300年就没有了，消失了。为什么？没有宗教做根本，所以它消失了。那么现在古文明只剩下中国一个。我们常说四大古文明，三个没有了，现在只剩一个中国。为什么？它有三个宗教做根，有儒释道跟它做根，所以它这个寿命长。那现在也遇到危机了，如果没有真正在儒释道上修学的人来继承它的话，恐怕我们中国传统文明过不了100年。是，师父，那没有人学它了，没有人读它了，没有人去发扬光大它了，
这个麻烦大。您刚刚其实用一个比喻啊，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其实从小学可以一直到博士，对，这个在佛教的教育里面，它其实有次第的，啊，有次第，对。那如果我们又提到说儒释道，因为这个中国人的事实上他自己本身的信仰其实来自于儒家的思想，或道家是属于，那佛教是外来的。对，那您刚刚在讲这个佛教部分，如果我们把儒跟道一起结合起来，能不能把这个儒道的部分也用您刚刚的这个层次，啊，是一样的，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样的，啊，你比如中国讲圣人孔子老子，他生在中国，中国人叫圣人。如果他生在印度，印度人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他要生在中国，中国叫做圣人。圣人就是佛陀，贤人就是菩萨，君子就是阿罗汉，他可以融通的嘛？是融通的。是一不是二嘛，啊，所以不但我们中国这个儒释道是一家，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基督教称上帝，称天使，啊，称这些神职人员，那个上帝登峰造极只有一个了，啊，他是神最高的一位了，好像也是博士，啊，天使大概都是菩萨，啊，说是神职人员，啊，他们的神父，他们的牧师，啊，特别是这个地位很高的，那就是阿罗汉。一不是二啊，啊，整个宇宙是一体，所以我们从事团结宗教，我都告诉大家，我们的宗教无论是哪个宗教都是一体啊，都是一体啊，一体就是众神是一体啊，你是基督教崇拜耶稣，他是天主教，他拜玛利亚，啊，犹太教拜上帝，这三个教其实，他们有人问我这什么关系？一家人，是一家三派，啊，犹太教是皇上，敬皇上，天主教是敬皇后，基督教是太子。一家三派，哎，他们能听懂，对这个比喻很好，很能够给我们很清楚地解释出来。不但是一家了，实在是一体，就佛法讲一体，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幕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所有一切法都包括了。从哪里生？从自信生的。自信是真心，人人都有个真心，真心变现出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不是怎么不是一体呢？它怎么能分呢？啊，这一体里头，真心里头，一体里头的最重要的智慧，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就是具足智慧。智慧不是外来的，是自己真心里的。用妄心就生烦恼，用真心就生智慧。你是愿意用真心还是用妄心？啊，用真心，中国儒家讲中庸之道，中庸就是用真心。对，啊，讲诚，啊，什么是诚呢？不自欺，不欺骗自己，这就诚。不欺骗自己，当然就不欺骗别人，所以我们做人要用真诚心生活，就快乐了，没有虚妄的，没有假的，啊，用真诚心待人接物，
用真诚心去治家治国，就成功了，就圆满了。啊，所以真是智慧，真诚的用心，这就对了。啊，所以整个宇宙确实不但是一家一体呀。啊，我们团结宗教就提出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能把世界上从个人到国家到族群种种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这是宗教教育对于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就会悟到一体。是，我想师父今天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的概念，这是一个合一的概念。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这个一真法界，对，事实上不是只有佛教有的，是一体的。那如果在这个观念之下，其实现在有人也在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万教归一？其实它都是来自于一个源头。不必要归一，要像吃东西一样，酸甜苦辣些，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啊，他就是一家。啊，我跟这些人往来，啊，我说我们叫做阿弥陀佛，你叫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啊，是一不是二。极乐是我们叫极乐世界，你叫天堂。我说将来你很认真修学，你上天堂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两个会碰头，碰头一定会问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是，所以啊，所以同样的，你称上帝，我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你才了解一体，名称不一样，相貌不一样，那是什么？那是所谓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你看千手观音那个面孔里头三十二个相，对，那三十二个相就是代表是恒顺众生啊。你喜欢耶稣，他现耶稣相；你喜欢穆罕默德，他就现穆罕默德的相；你喜欢菩萨，他就现菩萨相；你喜欢天人，他就现天人相啊，其实一个，不是两个。啊，这才叫万教一家。有没有万？有万教，万教是一家，一家展开来是万教，才能普度众生。啊，众生爱好不一样，口味不相同。是，所以师父讲的，其实既然万教是一家，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帮助，是有爱的，没错。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啊，因为宗教而产生的战争，嗯，甚至包括到现在，啊，那都是没有把宗教搞通啊。他的明文立养没放下了，为什么打仗？为明文立养啊，是为这个，不是为宗教。那上帝你也没看见，天堂你也不晓得在哪里，你怎么打法啊？打来打去的时候都是自己名利名闻利养，都是为这个。所以宗教教育深入之后就明白了，明白就是一家人了。所以我们很需要师父您能够站出来呼吁这个宗教的团结。对，我们是98年在新加坡团结宗教，99年就做成。因为新加坡人口华人占75%，它有华人的文化基础，好办，一年就组织起来，成功了。那以后我在澳洲，啊，在澳洲团结宗教，我住在一个小城里头，图文巴这个小城，用了13年的时间才团结起来，啊，现在非常好。我在那住15年了，13年的时间，
啊，纯完全是基督教的这个地区，没有佛教，我们到那里去，最初他们排斥，啊，但是看到我们人思想言行，啊，他们还能够接受，啊，所以大家相处以后，我们就是把佛教的大慈大悲，啊，互助合作展现出来。你有什么困难，我全心全力帮助你，帮助12年、13年，真的不是假的，他就完全接受了。是。啊，这都是佛教导我们的，佛的四摄法，摄受众生。第一个布施，啊，布施就是多请客，多送礼。啊，从这就接受建立感情。对。啊，然后就是爱语，啊，言语对你都是有真正利益、真正好处的，绝对没有欺骗的。啊，在同事，我所作所为对你有好处，对你没有伤害。啊，必须得这样做，才能把人团结起来。是。如果宗教都具有很多的历史的这个记录累积，但是到现在的新时代啊，有一些教法，他们不属于宗教，但是他们在弘扬的也是爱跟光。师父怎么看法？爱就是神，你只要弘扬爱，那就是宗教，那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啊，确实爱是真心里面的核心价值。啊，所以上帝爱世人，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宗教教育终极的目的是帮助一切人离苦得乐，这就是他教育的目标。所以师父，您是献一个比丘之身啊，来弘扬佛法。但是我们看到您更特别的地方，就是跨越了佛教，还有把儒释道三家都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是的。我们看到您这个在弘扬中华文化这个部分是不遗余力。没错。您可不可以谈谈，就是因为您受的这个整个佛法的教育里面，它是正统的佛法的教育，没错。但是为什么儒家跟道家的，然后把它又要融合起来，然后走一条您自己特别的路？我不是走自己的路，我是走诸佛如来的路。是诸佛如来的路。对，你真正明白之后，这是一条明白人的道路。啊，就是一个爱人，热心帮助人。啊，牺牲自己可以成就别人，啊，你才能感动人。啊，所以我教人学佛，内学释迦牟尼佛，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啊，把这个内心的烦恼放下。外面学孔老夫子，表现在外头，温良恭俭让也是五个字，温和、善良、恭敬，对什么人都恭敬，啊，忍辱、谦让，啊，一切都让别人。学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啊，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温良恭俭让就可以做到，多快乐啊！天堂就在这。为什么要学中国文化？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儒？孔老夫子《论语》的第一句话就解答了：为什么要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乐出快乐啊！我为什么要学？学了之后落实在我的生活，落实在我的家庭，那就叫习。学习，习是落实，你做到了，生活上做到了，家庭做到了，家庭美满，
事业做到了，事业顺利成功，啊，社会做到了，社会安稳和谐，国家做到了，国家富强，世界做到了，天下太平。为什么不做？自然就做了。为什么要学佛？佛是把最后一句话，一切佛经里展开，最后一句话，皆大欢喜。你要不要？当然要。学佛就能得皆大欢喜。是。学儒不亦乐乎？啊，不亦乐乎？乐是这个快乐从内心里面出来的，不是外头刺激，是从内心里出来的那个快乐。那种喜悦，那喜悦可以形容一下吗？是内心喜悦，对，不是与外界不相干。嗯。啊，外面的这个快乐，这个像文艺表演去参观，或者是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这个快乐。那是乐，那是外面境界。真正用功夫从真心里流露出来是乐，比那个乐还要高，还要圆满。啊，那个乐如果境界没有了，你的乐就没也就中断了。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乐是永远不会中断的，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快乐。那是一种非常清净的喜悦，是不是佛法讲？对，所以佛法的修行功夫就在心体上，无量寿经心体啊，修什么？修清净啊，清净心是真心，再提升修平等心，平等心是真心，最后开悟。你只要清净，抓到清净平等，再提升就是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才叫真快乐。啊，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你全知道，像慧能一样。慧能要记住，他不认识字，他没念过书，开悟了，没有一样不知道。那佛经、世间的典籍，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有一个宗教修为的人，他应该远远大于不管你拥有多少的权力跟这个智慧。所以我有看师父您一直在要推动这个世界和平里面，你讲了有几个平等，比如说国与国之间平等，族群与族群，但政党与政党，但还有一个宗教与宗教。而您又认为宗教是最足以弥补前三个的融合。哦，对对对对对，这个用宗教就可以把它统统串起来。这个话是十年前，是我在新加坡讲经，马哈蒂长老问我的。对。啊，我们第一次见面，2005年，他就问我，他说法师。你走过很多地方，也认识不少国家领导人，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他问我这句话，我很惊讶。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担任马来西亚首相22年，那个时候退下来刚刚2年，我们见面聊天谈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这个世界和平。他哪4桩？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4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世界就和平。他听得说不出话来。那我们脸色很严肃，说不出来。我们大概停了有5-6分钟，我看他不能回我还是继续讲下去。我说是难，
是非常艰难，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有可能做到。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民主国家是靠投票的，那么全世界的人，这个人口里头，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多，对，就我们的票比他多，所以我们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宗教可以影响政治，影响政党，影响族群，他听懂了，那很开心的满面笑容了。非常可惜，他没有搞宗教啊，他要搞宗教团结，是一块好了，很了不起，那做成功了，啊，他真的要搞宗教团结，我会帮助他。非常的期待啊，因为师父您能够站出来，十年了，你看，你五年一五一年一六年了，整整十年过去了，非常可惜。他十年要做的话，真做成功了，领导全世界。是，所以师父您在这个佛教的这个领域里面，因为您不但在中华文化的推动，事实上您一直在弘扬佛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净土法门。对对。就是这个佛传的八万四千法门里面，虽然每一个人都依他的因缘 来教化，但是这个净土法门为什么您特别觉得殊胜？净土法门是最可靠的，我最有把握的、买了保单、对，其他的这个法门因为它要断烦恼要断习气，是那个很难，几个人能把自己毛病改掉啊，净土可以待业往生，啊，不要断，只要控制住、扶住，让它不发作，就能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断太难了，我做不到。是，也希望您那个法体康泰能够常转法轮，再领导我们众生，能够世界能够光明，谢谢世界和平。谢谢大家，谢谢师父。